完美的特技表演少不了高超的技巧以及合作无间的团队搭档。最近英国有两场空中特技表演，不约而同都出现了令人赞叹的队友，一组联手缔造世界纪录，另一组则是圆满解除危机，表现相当出色。对两名合作近20年的英国飞行员来说，高空飞行已经是驾轻就熟的表演，绝佳默契让他们决定挑战一场史无前例的特技——超低空并排飞行，穿越停机棚。只见两架飞机在空中飞行数圈后，以高速并肩冲入机棚。此时飞机离地面只有1公尺。短短几秒钟，两架飞机成功冲出机棚，再次奔向天空，为飞行时写下新的一页。这场危险度极高的特技飞行，经过多年准备，才选定北威尔斯的兰贝德机场。两人以精准的角度飞入机棚，在狭窄的空间里展现完美的操控力，联手缔造了世界纪录。无独有偶，一支已经表演了25年的英国陆军跳伞队，首度出现惊险的失误场面。跳伞队在英格兰北部怀特海芬小镇表演时，一名组员的降落伞突然打不开，让他从高空中直线坠落，吓坏了现场观众。所幸上方的队友及时赶上，将失灵的降落伞缠在自己腿上，支撑坠落组员的重量，并设法改变路径。两人最终成功避开码头船只，落入水中，毫发无伤。At this instant, the canopy wrapped around myself, and we had to, from that moment there, we had to discuss all the way, keeping communication throughout the parachute display, what we were actually going to do to get ourselves out of this situation. 这个跳伞失误来得突然，幸好两人训练有素，临危不乱，让这场意料之外的空中救援能够有惊无险的圆满落幕。